Humans 在下半场第四回的进攻正要展开，那但是双方现在都没有什么特别动静。UMAX 连续炸了三楼下好几颗芭蜡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。在 Train 这张地图上的有一些闪光弹丢的位置，如果能够刚好爆在一个路口转角的地方，也能够让防守方瞬间被摆，那他们就可以顺利进攻。哎，这时候 UMX 已经从内场出来了，UMX 放了包之后，现在在手包，而预期还不太了解 UMX 大部分人员的动向。现在一期的防守盾只剩下最后一个，看起来情况不太妙。啊 ，UMX 的三一完结了因为一期这一回合的进攻，让比数直接到了15-4的临界点。